去赴宴啊！啊！从城南这边奔向衙门而来。啊啊！报！禀大圣，巡按大人冠上一股将印员。啊啊！大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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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请问大圣就要到了。将这些刁民用乱棍轰插碎，去死！巡按大人冤枉啊！滚！你是何人？还不快离开！小民是真正来去见巡按大人的。你见他做甚？他甚？张怀芳上吊无影红罗轿，秘密发心苦哀嚎，就在了官照不消，为什么迟迟不见分马刀？原来是最近一个来臣了，有，把他拖下去，这大死臣。大人，大人，大人，冤枉啊！Yeah!
本官今日有要事在身，不立命愿，来城拿，有把他拖了下去。且马，生死其亲，死亲听，今日快来，恰是托玉寻你。哦，他把我扶正为是刑部大人去请，莫非有事来告我的？嗯，既然是此，那你就深藏来吧。这张上纸句句是真，是真，事事不假，不假。都，大胆假冒，你尽管轻举妄动，拦路讣告，来城了，要把他拖下去，大刑伺。大圣，大圣，比你内出家自身。离开此辈为本，悼念为从，正官藐视枉法，诬告他人。嗯，既然如此，那你就送上江上来吧。大圣。为你做主，多谢大圣。
来臣哪、啊、有将他带回衙门，轻而发落。是。成长不稳。
上奏与百姓上告奏君，将音乐黎明上告奏君。我看你还是把接风的钱粮赐下去遮命吧。这，大声正直，于国于民，下官理当要挟。大人，你明日不是还要查访上官吗？下官我已准备好了。
了，再说些错嘛。哎呀，周大人啊，我此番寻问问津，可费了你不少心啊。寻问问津，这罪人就可解了，这罪名就有救了。是啊，是啊。哎呀，周大人啊，我初来乱津，人地生疏，不是周大人上至调令发力，下至罪名解苦，只要解罪人，救罪名。道歉藏在周大人身上了。曾令他官上老岁多心急，也叫他抽大孙文少子弟，陪着下水穿身去。王旦两人到哪里去了？府玉里不来的巨阔又到哪里去了？既然政策两困早已发放，为什么黎民百姓却要告你吞赃枉法？八字合事且正是善，你万象地来不成？
海路，请大人高抬贵手。要我高抬贵手？是啊，是啊，走起。皇上对你恩无量，你还不出手，谁遭状？身为朝中官，不与黎民同谋，为难解怎样？狠心吞了玄机，罪名肯中取得粮，反起森林遭毒他，情仇恶里难宽谅，自发万方，谁让家人离空乡？嚣张，用血偿。大人，刁民告状，不可轻信。大人无事不行，下官我这里也有一张状，大人一看，定知其中奥妙。大人请看。哎，大人，这张状子非同寻常，你千万不可弄丢了。大人，请。大人，请看。
两官生，大生，大生。请问大圣，大圣啊，只要你一言真来一言毕，此事只有天子地子女子我子，只要大圣有心，下官绝不负你。说什么？哎呀，大圣啊，只要你一言真来一言毕，此事只有天子地子女子我子，只要大圣有心，下官绝不负你。告状人言在何处？以代为抚押，与世隔绝，万物也。好，速速将他带来，明日我要亲自审问。问县长喜庆天早谢了，我家少老爷秉公执法，人称庆天，你有什么愿求这官将命去世？这也是比你的造化。是太少太，我去问我家少老爷前来。哎，you
人却是我家少老爷。询问大人，这是你家少老爷？是的。你家少老爷就是询问大人喜庆？那喜成，喜成就是你家少老爷的父亲。是的。要素，要素啊，要素，难道我夫君被害就是罢了不成？定把喜官啊接，有素，你真的要告他？师娘，秉义的人员，现在你老身家在公堂之上与我作证，师娘。清早谁不一拜他去嘞？师娘，你认识他？哦，不，不认识他。哦，是他要我在少老爷面前多讲几句好啊。哦，师娘，你歇歇去吧。是。师娘，不要走。你就是岳云万的姑李月素？真是禀你。这张状子可是你所写？真是禀你所写。李月素啊，这个人民文字非同一般，需句句实实，字字无虚。倘若案情确凿，本府一定替你作主；倘若差错，事关人民，非同而戏。这闲话，他身为心完全是他，我能否正经太善呀？我于心等了十八年，看不你早将是你梦话，不完全强大成恨。月素，你、大人，比你此状不告了。怎么不告状了？大人，西厢比你此案已相隔18年，有些事恰也急不得了。倘若状告，难免不测差错，枉误大人，故而要去撤回原状，望大人宽谅。哦，不不不，李月素啊，你要静静地想一想，本院此番询问乱情，时节有言，
倘若错过机缘，就再会莫及了。我，大人，比你掐死连凶犯，掐死连凶犯的名字也恢复不清，不光肯定。比你内侧家自身离给十三公伯可随清辉，这未到暗中少些年轻，这也不问此事了。你当真记不清了？请问大人面前怎管虚言？此次你为恩重去吧。多谢大人。且慢。
四娘，我家待你可好？老爷，我少老爷待我亲自一家，情重似山。你来我家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你怎会来到我家？老夫人生下你之后，唤我前来侍奉你的呀。哦，你来我家离开过吗？没有啊。四娘，我有一事同奔，你要与我从浙江来。只要老身此道，理当禀告。你与方才那个尼姑相识吗？不相识。过去认识吗？没有啊。四娘，我这里有张状纸，你拿去看来。情况缺什么？我实在是不知道啊。懂。大胆四娘，你来我家20年整，难道这18年前的事都不知道了吗？讲，你与我讲讲讲。我实在是不知道，你叫我所谓的你才好啊！此次快快请起。这张状纸听说是暖金府尹周杰为盗他在镇专一事先。沟通有云我要你离约束，且来诬告母父。哼，实在的可恨，实在的可恼也。来人呐、命你带领兵丁，在今夜天黑之时，趁人不备，去到有云我，将那要你离约束处死。他是。明日带神头来见。是。李月素啊，李月素，休怪许卿无情因了。我前去告诉李月素此套。Oh, oh, oh.
Thank you.
四太，我听你莫语声落，又见金门出发，莫非四太你有什么心事不成？先生，比你那出家之身，实在不服庞父而已。四太，我见你面容憔悴，气色不佳，莫非四太你有病在身？先生，先生，比你言辞欠句，咳嗽轻微，我也有病在身。啊，睡不着，先生请便吧。实不相瞒，我是来进香求神的。那就请先生到佛殿去吧。已经拜过神，求过签了。但愿先生把事事意。哎，先生一无常常，请问大人来暖心，盼来高官喜迎迎，家有正月待生疏，孤儿不得来问中去人灵，谁知得了不下下去，等家我莫为希望挂也得解财，我挑将头等得余生，算问尽我是青天，我深渊不醉翁是昂生，想不到菩萨是个下下切，大将我是心飞行，是高飞高，你我不心不成，妄想祷告求神灵，可就是多少心不共相成，偏与凶恶招不应，菩萨真为无业尽，佛也真不谢神灵，心不求成与何阿勇，妄想祷告是迷是心偏是神，我这里四条茄子八丈高，先生，先生，来一个是兄是姐是我。
你此上定算高不真。是他女娃总是与夜娃生，万望日夜来自明。他家身卑职卑心，我怎能换着他去看是哪一个啊？他是，他谁是你催生之子叫琪琪？他骨子其人就是我父啊。起来出场定是此原因，我是他呀算文俱清，是青天是青天真为人是王里说的，我倒要当面请教。我是听香客说的。哦，我倒想起来了，啊，是他。十八层也是闻得寻闻道，他来路高长把冤生，谁知去了寻闻年，他得说一番前台出家长子为爱门，我师太你也在月云我两肋你顶尊之心内中心。不知此事啊，师太，我见你神色慌张，莫非这高长的师太就是你我？先生，你不要胡言乱语，扰乱我门清规，谁不知比你要细细去了。既算是此，还未有期告辞。宋先生。怎样？要说我家少爷今日他转车上
抽到你子被暖金夫人最近买通的要你一怒之下，怎么今天要派人进来杀你来了？啊，谁把他放到你去了？他去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你的父亲，我打死你！随我来。询问大神出家备好，请老爷父神先往暖境转去。哦哦，一路辛苦了，快快客厅用盘。是，老爷，我儿今晚到暖境转去，共享天伦，真是太好了啊！是啊，老爷呀，素月莫见佳儿归。大兵听见芦花鸡一直他们千把位千把位太贵呀呀不送啊香味香儿子的独生男也有时候杀贼无尘我儿子同啊不成老爷此次我们白白祖宗即刻启程老爷请请许请他无动静男子分享追进后烈士机追成恨走老爷夫人在上下官在下大力传把意思暖金夫人直接免职女王那是不计大人夸夸亲手接受请去老爷夫人听说你们要到暖金团聚是他搓桥一直前厅等候无聊下官我得来陪伴老爷夫人一路同饮的哎呀多谢多谢了我别客气我别客气哎呀老大神啊向你们举家出了这样一位盖世英才老大神真是红佛喜天哪、啊哎、我小子自何处挂齿多蒙皇上隆恩与中为官权的提携哎呀老大神啊不顾古语说得好
佛为父之所依，何为父之所护？这则万事是一之事，万须小心。谁是啊？此王准将。此王不知下官应当讲的，只是提醒一句，外望老爷夫人小心为好。下官这厢监听是儿了。且慢，刚才听布衣大人话中之意，绝非等闲之事，请布衣大人直言相告，老夫官恩您不齐。要是被请问大人知道，下官无苦却在不起哟。布衣大人尽管放心，但见无妨。既然如此，下官母就再也相告了。他八年前一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把本人我从上讲来。哎呀，不吹呐，知道事情，我只好与你说说了吧。18年前，只因我中年轻丧，难以补好，心中坚持在念。那一次你为转要嫁，我就一次话金上问明，半夜到城外五八将口拦路之贼。什么以为这句上阵胜得他包金银，我杀死童年秋。你将他怎么了啊？将他杀死了。不仁，你做的好事啊，又不是多一来相同人，从不是你竞争不到上位，不是在为今后你总以为你今天做的什么本分，谁知你
知晓高堂今日他在人上千里谁滔天上言道无语自古烈气心心相连与我粮仓能救弟弟弟
根啊，你带来了万民一片灾情，你带来了万民对我殷勤作托。你误会了，你快进去歇歇，明日派人送你回去。大人，百姓们对你寄予厚望，这番千载命令，生死存亡，全在你大人身上了。放心吧，四娘，四娘，方老爷，你快带他进去用饭，饭菜需要好些。是。禀大人，乱军复营追击去，请。好，来得正好，有请。是，有请追大人。速速带他下去。是。哎呀，大人，你千万不可听信这刁民胡言乱语啊！人啊，你可真想得周到啊！哎，不必客气，哎，不必客气。大人，听说林尊大人已来到乱军，这下你们父子可断绝了啊！你不是陪他们一路而来的吗？只是若用我女姑李月书，上告你我杀的女官，不知苦真向林真大人念命。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林尊大人乃是欢喜而来，又是这大把年纪，以下官之见，不讲为好。大人啊，你怎么都叫我想好了啊？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呈现与你呀、啊！哎，不必客气，哎，不必客气，你我乃是。
何？这是什么？严谨所说，善出实进，追究痛过，解救罪名。哎呀！王孙子万民上，拿在手中，是情我被觉得本府自有公断，来呀！将这剑压下去。玉清，你要遭报应的，你要遭报应的。报应，请问大圣。李月素啊。你的恩赐虽可三六十钗，你的夫人皆是可报，你放心去吧。大圣，比你此仗究竟不高了。怎么不高长了？大圣眼里记心头，我为这妻子只来报仇，拦路高上转你手，谁知仇深是你一闻听此言，闻怕罪，因为刘少生被你害，你恰是李公子他心腹啊女。最近他不喜不常去死去，又骂你官场不必杀你妹，你光阴磊落朝歌儿，不徇私情举手擂，朝中官员亲切吧。
大圣将婢女赐死。方老爷，李女说的这般，不求你去医院了吧？黎民百姓多么希望朝中有你这样的清官，为民伸冤，为民做事。少老爷，你就一冤鸟报大神。真是为了黎民百姓，我就更不能应允啊！李月素，我已意决，今有一事相求于你们，望你们能依允于我。太不知大圣所见何事？李月素一万事隔多年不用拖延，我要你们与我父亲当面对证。大少老爷，我已意决，不必多言。小大少爷，
总算看到我儿露出了笑脸。啊，爹爹母亲，请坐啊，请。问心是苦而得成，纵使雄鹰转翅翔啊。
臣子谁路大上，我有将有酒困难障啊，纵然是天煞心上也罢。一同前来，是是娘，心爱大圣，弟弟，你认识他吗？你还认识我吗？啊！我们有事，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你西山刘总，难道你非要打你这场官司不成？老实告诉你，这秦万大人乃是我的儿子，上一道刚报总是朝里外，你是九次罢休，我绝不会亏待于你，你杀一也不行。你定是闭目不破，死去灭亡。事到如今，你万不悔改心过，万要来威胁我吗？你十八年前，你奸财欺你杀死我父，也要赚我为妻，也要作为好心的四娘相娶，我才死里逃生。十八年尘怨，天理昭昭，与正与君，你万幸你来不成吗？大圣，这就是他。四娘，方老爷，你陪同李月素下去吧。是，大圣。月素，哎呀，儿啦，你就饶恕了为父吧。Bye.
下养老送终去可怜，他是花笑笑花了
小孩儿。
西医就不能更改了吗？哎呀，母亲，孩儿十七五内望母亲宽谅。母亲啊，从今以后你就是孩儿唯一亲人，孩儿一定百般孝道侍奉母亲。母亲，你放心别事。许庆，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也不再是徐门的子孙，你是个无父无母无娘之子。有千错万错也是你的爹呀。母亲啊，你就宽谅孩儿吧。你师父得名谁是不为娘自己？不，母亲，母亲，孩儿，孩儿十七五内。好，事情啊，事情，你只算接受信场，娘就赏你终身一衣吧。
子上欺凌你，枉法迢迢拿勇气。秉公多恩，须无私，耿耿丹心，免王庭。本官为无不愧，跪下。下官何罪之有？请请温大人明言。遵见。你身为暖京府尹，不顾万千生灵身家性命，团长政绩两困，只是生灵涂炭，思国偏也。你这样藐视王法，难道还无罪吗？我有吗？往下说呀。以上所说已是罪恶累累，难道你还有击鼓神腿不成？好一个姓温大人，开口王法，闭口上纲，真不愧是清官呐！你对我周家是这样铁面无私，你名利一套，官吏又是一套，你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不过也是个心腹，被欺上瞒下，在王法面前不能自动的为人尊。小黑，呸！嘿，哼！我来问你，那女用我尼姑李玉书，上告你母杀死你过，你是时候出之内，又是这样发了的，请你在这公堂之上明言。十八年前奸贼起义杀害人民，如今温情已发，是故杀人偿命。你还有何话可讲？我生的一个好儿子，我养的一个好儿子，真切！你为官不正，罪恶重，王英豪离开风雨，政绩两困，其团长多不知情，从而入。你有谁的加倍？不过这命，我无私。爱花做
将奏折几阵投下去，斩掉。贼人在我里，为